研讨，要安尼为着咱的市民带来搁较大的福利，搁较大的收入。而且要甲市长甲咱科学有关单位啦吼。而且我伫遮有呾特别甲咱遮各局势特别提醒者。今仔日我伫大会无退出来，毋是代表我无意见，毋是代表我无声吼。遮我重点那是要甲市长建议几项事件吼。因为呢，我有呾有做者破网毋茫讲咱有关单位啦吼来做伙探讨首先呢咱下一页。市长，因为咱最近非常非常的热门，就是讲万万拢水水水。因为呢，我伫个基站所听到的、所关心的市长你请坐啦，又不是要现在叫你回答吼。因为呢，你拄只徛50分钟，我有咧甲你关心嘛，有特别今仔叫你讲，你是应该爱坐。那要徛的是咱科室爱徛起来，结果我今仔要予咱大家较轻松一下吼。我是要含咱大家做伙来关心有几件议题，即卖就是所有咱的市民、里民、咱的乡亲第一关心的吼，就是咱的地价税、甲房屋税。因为呢，最近闹收到的是咱的地价税，咱的年底。就是咱的房屋税，因为咱的税会使讲是六都排伫个三名内，所以我感觉这对咱的市民有一点啊无公平。而且呢，咱不管是地价税、房屋税，会当影响到咱十几万户，包括咱家私户的保准，拢有受影响。所以伫遮，我要甲咱知呀。甲咱社会局长特别的提醒，咱这个税，那开始来收，咱即摆就是地价税啊。咱即摆税就是咱六都算三名、三名、四名，所以我感觉对着咱的市民非常的无公平。嘛，寄望咱的市长，因为你讲的，就是讲行政，咱的。配合着中央的政策来做，不过你敢有考虑到咱的市民生活艰苦，经济阁遮尼歹，而且失业率嘛足强的，而且最近天灾、风灾啥项拢来，结果咱的农民收入嘛非常的无好，所以呢，咱的税金愈扣愈悬，这就是本色。而且要甲咱各位所有关的，包括咱市政府咱财政局、社会局，做伙来探讨的，就是讲咱每一年的地价税是逐年咱拢有来审核。因为我嘛捌参加咱地政事务所来要提高咱的地价税，我拢有真正有咧啊建议吼，咱的地价税。不要一下子提高很多，莫一睏提高到真悬，因为呢，咱的地价就有限，而且呢，伫咧咱六都内底，会使讲伫排名三名内啦吼。所以市长，我感觉这地价税，咱是毋是有一个空间，还是讲要来安怎来让咱的市民会当来解套？要是分期，还是要甲伊申请讲，咱要安怎来纳，予咱遮个乡亲的咱的市民，会有一点啊来拍折，还是讲有一点啊来申诉，讲要哪来申请，咱爱大大的公告一下，甲因宣导一下。即卖市民伊并无了解呢，咱的地价税即卖在升法。房屋税较慢发，所以咱有当咱的市民无了解、唔知影呢。即卖就是有足侪拢走来本色的服务处来咧
真情来咧讲，真是地大部分是拢地价税，毋过咱个年底就是咱个房屋税，所以伫遮我要爱予知啊，你了解一下，咱是毋是有即物配套方案来予遮个市民来解套，有啥物方案？咱已经进入熟悉啦嘛吼，对不对？啊，咱是有啥物配套？你简单解释一下。好，谢谢蔡议员对房屋税、地价税的关心呐、啊。那么地价税目前呢，在市政府呢，就是原来9月22号截止可以申请优惠税率的，现在延长到11月30号。那么目前财税局呢，都在加班来受理这个案件，目前大概 有大概有7000-8000件 的市民来申请。第二个就是那个刚才蔡议员提到那个分期的事情，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申请，如果你的税额比去年增加50000块以上的，不论是个人，不论是公司，都可以来申请分期，以6个月展员可以分期6个月，是这样。哦，局长你请坐。哎，我给你补充一下，你回到刚刚那个画面，上一张那个画面，你就看讲吼，台南市不是前三名啦，台南市是第五啦，第一名是台中嘛，你看台中嘛，哦、第二34，哦。啊，来33嘛，咱台南市是32.36，排第五啦。啊，排第六个是台北市，比如是台北市第六。当然啦、啊，台北市较繁华，伊个。但是台北市个地价较贵，所以比较起来，台南市是6都内底调整上低，经费调整上低。我这点甲你补充咧。好，谢谢市长。虽然你安尼讲无唔对啦吼，唔过对着咱农民，对着咱所有咱个市民个收入比。比率啦，应该是有哪有较悬小块。哦，因为咱毕竟咱是农业大县嘛，啊，人台北市伊是真正是一个都市，而且伊个是非常有远景，因市内诶拢一挂做生意个店面，啊，所以呢，伊个税收税出拢较侪，而且呢，咱台南市。会使讲非常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个税收嘛较少。比如地权相关的是台中啦，第二是桃园啦，第三是新北，第四是高雄，第五在咱台南市，啊台北市是第六啦。哦，比如啦是啦，你讲个无唔对，唔过、哦、要安怎让咱个台南市？因为咱已经是第五啊嘛，吼、哦。啊，虽然台北市的比率比咱较低，但是因为伊的地价本来比咱较悬，所以呢，因的市民的地价税一定比咱较侪。换一句话讲吼，咱台南市每一个人调整的地价税的这个金额是相较少的。啊，那咱的地价税，你讲安尼是合理无？唔对，唔过话乡亲已经纳袂起咧。啊，而且呢，咱的来着个后边个房屋税，个有房屋税，房屋税还没出来呢。啊，这房屋税，比如就是讲，我即卖就是要爱予咱社会局了解，甲知呀，恁了解，咱甲咱的地价税、房屋税涨价，是毋是会影响到咱身心障碍、众多就低收入户，还是咱一寡要申请啊，咱低收入户的所有咱的户民，伊是毋是会影响到伊伫个？请地震预报的钱额有受影响无？知啊，你看这敢有受影响？啊，社会局长，你感觉这若房屋税、地价税来增加，咱对着未来，咱的申请、咱的地震预报敢有影响？有没有？咱有配套措施，就是讲咱本来的这个低收入户，咱这个房产哈，这个不动产房屋，咱本来320万。啊，即马会变做350万，就是把它的那个额度提高。啊，另外就是讲，咱迄个地的部分地价，咱就是爱超过迄个地区的平均的这个地价，就是公告地价，超过了才会影响。啊，其实会超过足少诶。嘿，所以影响其实局长，
九年了解应用不太多啊。你讲话提高就对啦吼，320万提高到350万嘛吼。啊，原底咱受应用三年，咱的 patient， 咱的平均差不多有10几万户会受影响啦。吼，阮即有等即。就专家算起来啊，所以讲，咱对着未来，咱要申请低收入户有影响，唯独啊，伫个边缘内底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点分析里家也要特别甲你提醒，咱未来从明年开始，咱今年年底就会收到咱的地价税、房屋税嘛。所以啊，有离咱台南市全部有10几万户会受影响。所以呢，本小姐只建议你爱收一个配套出来。假使哦，以低收入户的人，假使就为着安尼来提高来受影响，咱是要用什么配套来？你这個，你爱来、好，我甲议员先报告好不好？哈，就是讲咱这个，伊爱超过迄个地的部分，伊爱超过迄个所在的平均，唔是伊家己提高就会影响，是伊爱超过迄个所在的平均。才会受影响，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万一伊真正超过迄个平均的这个迄、那个所在、迄、那个地区的平均超过，啊，所以可能是低收变中低收，啊是中低收变无去，安尼吼，咱会用迄个民间的资源，确实，阮去分析了，社工去关心了。那确实，伊嘛是要阁有这个需要，咱会用民间的资源来媒合，啊来改到三工。局长，是，你敢那当家迄阵的时阵吼？影响足大足大啦，因为呢，咱竹联这三年的平均啊，伊会使讲咧起会够紧的啦，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咱有需要先想起来扛，先想起来扛，咱要安怎来做这个配套？今仔日起也是安怎分析，是为着要表达咱所有的乡亲的心声，所以今仔日这大会，我才会提出来讲。要予咱有关咱知影，而且呢，咱财政局啊、税务局并无去广告，并无去大家的宣导，就是讲啊，咱税金扣偌济到偌济，会当分期，根本咱的市民无了解啊，吼、哦，无了解，只要讲单寄来就是爱缴的，不过因会认为讲啊，咱的地价税、房屋税一直在涨，一直在涨。所以嘛是有这個心声出来，所以本小姐家爱建议啊，咱市政府然后爱要市场了解，就是讲咱要用什么配套来为着咱的啊市民做较完备，和有心理上的准备，讲我今仔地价税还房屋税是安怎来起，是安怎要来和恁分期，惊恁拿袂起，咱这爱做宣导，并无做宣导啊，并无做宣导，局长你请坐啊。因为遮市长，我特别提醒就是讲，咱来为着地价税，市长你请坐啦。咱的地价税甲房屋税起价，咱爱想一个配套。我是惊影响到咱十几万户有关系的低收入、中收、中低的收入的开的一寡金额，所以我伫遮较会提出这个案例出来，予咱大家了解。你唔茫错啊，苗栗啊，是台中啊，伊一个地主啊，伊做好个啊，土地足济啊。结果呢，伊啊爱25万起到85万，怎啊引起伊心肌跳跃跳起呢？所以我无假万讲有这个代志发生，所以本息伫遮特别来引起，特别来建议。哦，咱市政府有关单位，咱的财政局啊，咱的社会局会当去了解这一区块啦。要安怎来宣导？要予安怎来予咱市民来接受咱的地价税、甲房屋税起价？吼，而且吼，本席讲到这吼，啊来，下一张。啊，讲到咱梅基洪泰啦，吼。市长，你嘛有去现场探查，啊，咱农业局、水利局、公务局，拢包括拢有关单位拢有出去看。我伫遮特别要来拜托咱啊农业局，因为呢，局长，因为呢，咱这梅基台风较近，安尼偌久啊？梅基拄好9月28，哈，啊，到即阵差不多9个月，
今天是11月22号啊，局长，咱报起哩耶，有足济足济，包括咱的蛤蟆，咱的鱼业的啦吼，鱼业蛤蟆、蚵啊、鱼啊、虾啊，拢同款。你看这蛤蟆死个，这蛤蟆是死，骨块浮起来，浮起来了后，它会变成安尼，这大片拢是有经过。咱有关单位有拜托咱的立委呢，特别拢下乡来探查，结果呢，甲进拢无什么效应。佮包括下一张，哦，佮包括咱的乌麻，咱的乌麻，甲咱的农产品，唔是干那乌麻了，一般的农产品拢是烂了了。我批论大概讲者，咱的乌麻。种几届，你敢知影？一分地啦，犁搁种，搁工钱全部爱头10000块。你看连续，咱的雨季风台连续来两个，拄啊种第四道，较晚第四道，结果呢，阮的麻油节要到啊，伫个26号、27号，结果拢无麻。结果大家拢规个拢农民，咱遮个种麻的农民，大家拢叫苦连天，真正甲进嘛拢无下落。结果甲进报起哩，局长你爱甲阮关心一下。甲进全部不管是咱渔业、农业，拢甲进没有下文，拢无一个结果。你是不是爱关心？你做一个农业局长？你是不是爱关心呐、啊？我迄、那个咱蔡议员咧关心这农业天然灾害哈，农作物的这个部分33区的这个有报灾损的，遮拢已经完全勘察完毕。那其中呢，现主席干那村一区哈，野羊区也未去抽查呢。村内哈，村内拢已经哈有申请。拨这个救助金，累积到即阵哈，已经差不多有3,500,353,000啦吼、哦。所以这工课哈，拢继续咧进行。伫这个工课当中哈，目前来讲啦，确实讲有申报的，有勘查，拢无啥物争议啦，吼、哦。好，局长，我会继续过。好，你听我讲者。好。唔过到即卖，不管是公所。啊！即拢甲进拢还袂接到咱的赔偿金，还是补助金呢？甲进拢无呢？伊迄即卖吼，即卖有。唔是渔业鸟，农业嘛同款。对啊，即卖吼，即卖有播出嚟的，我这边只吼有放门将军合格，吼啊，剩呢也袂播，算讲有迄个资料上去中啊。是安那，你平是安那将军放门合格先播啊，其他只这些关机。这看安尼。哎，不是做伙拢播的吗？不是，这即马就安尼吼，你勘查了，经过市政府抽查，抽查了上去吼中央这边只，伊即马若卡数讲确定，啊，伊就播这个钱落来。无啦，局长，你爱一视同仁呐、啊。因为呢，所有的灾害。拢共迄个时间，唔过你就是爱关心的，就是讲国公所要报的时间，加一寡咱的探查，加去协定去看的，拢是爱一视同仁，唔茫讲话落来话无落来，安尼阮做地方的民意代表有够歹做的呢。嘿，这点吼，我会来追踪吼，我会去督促吼，看。这件你爱特别注意，搁伫遮，我搁伫遮，甲你特别提醒啦。咱每一届，不管是咱的农路，还是咱地政局管辖的，吼，咱农友会准落来，一挂水沟的改善，咱拢农友会准一年当拢准1,000,000。结果呢，所有的水沟有当时啊，拢是咱农友会替咱农业局甲地政局来做甲真熟悉。所以这点，局长，你爱特别会爱去了解讲。咱若无重划，你就是你的管辖内底，就是讲咱无重划农路，你有哪爱加减，吼地方，不管今仔日是倒一个区，还是倒一里，
所报起哩，你拢爱重视吼。本少，而且甲你补充者，啊，寄望你爱对着咱农农民的关心。我知影你最近足辛苦的吼，啊，而且呢，本少无讲，唔是代表无关心啦吼。啊，因为咱国际兰展会当安尼圆满落幕，这是我上欢喜看到的所在啦。所以呢，局长辛苦你了啦，啊，你请坐啦，多谢。来下一张，哎，咱都阿局哦，哎，咱的局长，哎，吴局长，哎，你分析了吼，一百年加近一百空一空二空三空四，加去年啊，今年的上半年度，哦，我搁在处的元气，吼，对，因为所有我的选区内底三区啦。三区内底，拄啊，敢那咱七个区无都市计划，而且你甲本社回答的是讲，哦，要开始要迄落办一个公听会，要办一个座谈会，结果一直忙，一直忙，忙到今，忙到今年已经一百零五年啊。是，因为我的本社，而且特别搁要甲伊提醒的是讲，咱要做这规划，一定爱伫中心点，而且呢。离个咱前也未合并进前，由咱个旧个乡长来送件到咱啊，都发局来，佮包括咱都市计划所有个一寡资料，拢伫咱啊局长你的手上，应该你比啥物人佮较清楚。原底你嘛对这一区块也是真内行啦吼，啊，所以呢，本少也要拜托寄望。会当这件代志，赶紧来促成。啊，你看，即卖已经进度到底，你简单回答一下。好，感谢议员啦吼。因为这个七个都是计划这个案吼，咱对一百零三年下半年开始啦吼，到今年度啊各位吼公开展览的草案就会当完成。啊，当然谈完成的时候，阮会伫地方过来办这个座谈会，先让大家佫充分提供一挂意见。啊，包括过去。啊，咱地方所关心的，希望地方有公园，啊，才有观光的这个商业街的这个部分吼，我拢已经纳入这个计划内底，啊，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局长，嘿，好，谢谢，我甲伊直接提出一下吼。这关的交接进度，一区一公园啦吼。是。我甲伊建议，因为咱周边有足济是咱的台糖地，而且伊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对着咱未来要开发咱的都市计划，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啊好的所在。所以呢，应该你对遮做非常的了解。你伫个你开始对内部去了解、去整顿、去恁去开会的细节，应该你爱一一和市长了解。那赶紧在即个。这区块来做一个都市计划，会当早日来实现。吼，阮的乡亲，卖讲大概本身来走摊，一直问，一直问，问到我拢会歹势。而且呢，最近啊，咱七股区啊，里长联谊会汇报，伫个内底，因所提非常的多啦，吼。所以呢，我有那借着这机会，吼，啊，局长您请坐下。我借这机会，有那特别甲市长诶提议啊报告。因为每一届咱啊七个联谊会，也是讲咱三区所有的里长联谊会，因每一档因拢有工作报告。我伫遮特别，我拢有去参加，每一区我拢有去参加。我大概甲伊退转来，这案例啊，因的服务案件啊，有十件成功，无两件。啊，我伫遮要建议啊，咱的啊秘书长吼，你我有建议讲。咱有关单位来去参加，咱的指导单位来去参加，咱一定爱把这本摕转来交予市长，也是咱的啊上级长官，好去了解讲咱基层的里长的需求。因为呢，有足侪里长私底下都很抱怨，他们每次每一年拢有工作报告，不过每一年成功率达不到一成，市长。因为咱的迄里长大家拢足辛苦，本少伫遮会当公开讲，我的心胸有够遐，我绝对袂去计较讲，即件是上者，即件是上者。
只要咱的里面拜托里长，不管伊今仔有挂我的副本，无挂我的副本，我无计较，我绝对无计较。咱只要爱听到咱里面的心声，咱爱做，不管倒一区块，不管是倒一个科室，咱就是爱做，因为里面所苦求的，只不过小小的一件，咱会当尽量来甲完成。这是我伫遮啊特别。甲咱市政府有关单位，咱的各局势，恁的提醒啊吼。啊，来下一张。啊，即件我有哪要来和咱卫生局甲市长特别探讨吼。最近大家拢为着啊，咱所有知影的吼。咱的日本啊，伊的一挂人拢惊到要死的辐射问题啦吼。啊，有当时啊，咱因日本开始发生爆炸了后，开始发生有这问题，咱所有的的管区，咱有足侪管区，包括全国足侪全国。做者，咱的所有有关，大家拢知影吼，拢会烦恼咱的核灾、迄个核灾食品的进口。啊，所以呢，目前啦吼，市长，目前本些知影的吼，我念予你听啦吼。因为咱韩国有限制，有八个管区，啊，大陆呢有限制，十个管区，美国。有限制十四个管区，咱台湾目前拄啊限制有五个管区，剩呢咱限制五个管区了后，咱无有开放无开放，有四个管区，咱敢那限制啥辅导尔，所以咱所有的日本这物件，拢有食品拢有入来。我感觉咱这爱小花关心者卫生局长，因为这辐射这是沉淀很久才会发生呢，所以影响到咱所有咱每一个咱的市民的身体健康。因为最近呢，不是讲不少伫遮夸大其词啊，我所去探病，也是所出去咧公祭单位，拢是癌症呢。真的很难想象，有的癌症无到一个月就过用去，有的发现了，本来讲二期、三期来开起，拢第四期，真的很可怕，真正真可怕。本少因为有足侪乡亲吼，拢一直讲爱本少伫个大会内底来提议，来予咱局长来关心，甲市长。来关心，咱是毋是对着咱食安问题爱特别控管？因为呢，每一项咱以前，咱会使讲，咱的社会即卖大家人拢讲，哦，日本人的品质拢过甲足好，来到咱台湾是拢绝对是无毒的，拢是绝对上营养的、上好的。毋过，咱台湾的物件拢自然的，也阁比日本阁较好。所以咧，我伫遮建议咱大家爱多用国货。而且咧，我伫遮有哪要予局长了解，咱唔呐是食品问题，阁有咱的肉品的问题。哦，咱六次咱的一挂鸡肉、猪肉、牛肉这是肉品呢。咱也要去特别的控管，唔通有影响到咱人民的问题。而咱核灾会使较近，因已经差不多四年左右，唔过赶快伫个沉淀在那个食品里面。咱是毋是对这区块，咱卫生局长你要那个比较宽广，伊要改管控哦，好些。予咱市民毋通担忧，因为即卖媒体拢讲到有当时啊，非常的恐怖，啊一挂乡亲拢会惊，所以呢，我伫遮有呾借这机会来提议一下啦。
因为呢，足离咱所有全世界，你看，敢若咱南韩吼，伊个八县市都拢有限制，伊拄啊敢若咱台湾上松绑，拢无控制加遐严格。你啊看，像美国，敢若美国伊有十四个县市啊呢，控制十四个县市袂带进口呢。啊，你看一个大陆看某某。伊嘛是阁有十个县市甲控制，所以咱这食安问题，吼、哦，爱特别来注意一下。我是伫遮建议，予咱卫生局长啊、甲市长多关心我们市民的身体、迄、那个身体健康的部分啦。啊，所以伫遮特别来拜托啊，咱的市长甲卫生局长有机会啊，建议我们上级。中央级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吼、哦，李家局长，你要话有话要说吗？哦，没有，我就是说，目前因为就是咱舞蹈的这个食品所有拢袂使进口嘛，啊，边啊四个管区有咱袂使进口，但是即马中央因为是在立法院的要求之下，在全国啊，咱各管区开十场的公听会，当然这是一种讨论的过程啦。啊，以员工的家，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公听会，还有我们自己整个的跟卫福部之间关系，再把咱的建议案尽量跟中央做一个建议上去。不管是食品、跟肉品嘛，赶快，吼、哦，跟肉品嘛，赶快吼。啊，局长您请坐来。是，等下。啊，下来，再下来。市长。那个，我会使讲是咱迄区外海边吼，本色的山区拢伫外海边吼，离咱沿海地界。啊，每一处呢，本色拢是伫咧大会，拢来拜托，拢用拜托的。咱水利局也好，公务局也好，地震局也好，拢特别来拜托，因为咱沿海地界。第一，那水灾来，啊是风台来，啊是雨季来，周边咱所有的里面拢开始烦恼。你不管是三股十分，啊是咱西寮，啊是咱台区，包括北门将军学校，因拢是挖离海边的边啊。这是顶次本色就已经提议啊，结果呢嘛是做到这，结果这次梅子洪台，你敢知影偌严重？啊，下一张，拢淹水，而且这堤防，这敢那排水，伊个水沟岸顶啊，伊个挖离迄个咱个啥温那边。温啊旱，你看拢放甲规个，包括这拢饮水，这温了，拢温水，敢有上去关心无？来下一张，你要看，这就是咱的温啊，这就是咱的温啊。今年呢，敢那乌鱼走偌济遐角，这渔民拢去顶上，而且呢，也阁有含咱所有。有发包，咱的包箱搁兼咧小个，因为你堤防做无好，而且把这沟搁污者搁愈严重，所以呢，本小弟只建议咱水利局，咱每一道那风台雨季那到，卡来要抢修，已经拢修完啦，已经拢修完啦啦，局长。你是水利局，咱是水利专业的，咱的彭局长，伊是咱管理的做局长，搁了咱市林合并，咱也做局长啊。对着咱治水方面非常的内行，我寄望啦，你爱多多少少爱加减去海边啊，行行看看，有闲爱下乡去甲咱巡巡看看。阮所有遮乡亲、遮渔民非常的艰苦，一年冬
拄啊寄网一个掠鱼啊、蛤蟆、蚵啊，包括乌鱼子，拢是寄网一年一次。结果呢，这次非常的严重。你会当去电影甲探查、探听一下。咱敢若乌鱼走近啊万尾的遐角，拢今年会当破的哦。结果拢走了了，这要甲上滔天啊！这要叫上赔偿啊！今仔日本色会提出来讲，就是渔民已经拢挡袂掉啊！你看这市长，这种是一个温啊花去互冲放去的，这毋是甲小看鸟，这是我大概翕一个鸟。你毋知影，阮一个七股区23里是看茫茫的，比一个大台南市较大。原来台南市面积啦，拢规个拢是养殖业。我寄望水利局，你要多多去看。来下一张，因为呢，本社我曾经有去讨，甲中央叫立委斗讨钱，结果呢，有准一条千40000，要来做咱七股大牌兼玉成兼咱老厝大牌。结果我们直接要请教局长，这1400到底跑去哪里了？直接走一对去。以这这些报告了哈。迄天阮参以这各有老叫局长吼，拢有到现场来勘查了哈。重点就是讲，进这部分拢总1400000，阁有300米要继续做诶。这部分哦，阮已经交代阮的同事先设计。啊，这部分哦，老局看了，啊，就是咱的已经有去报去中央，就是伫这边梅子、洪台料吼，足侪所在用地那是无问题，会当随做诶。好，阮就赶紧来做。所以这部分阮已经报去中央老局，嘛伫11月这个月9号嘛有去现场，搁勘查了啊。所以这件啊，阮会想办法摆伫头前，好，赶紧来处理，因为这件用地无问题。局长。那像你讲，啊，就爱本少伫大会安尼讲，较有法度人排伫头前，啊，无拢拢无去呢？不是，迄个该做报告。拢无去呢？你卖搁伫遐解说啊啦！阮迄天去现场去看吼，因为、那個、你嘛无确定啊！你这条含迄个老厝大排迄条是无共的哦。我知我知。你要搞清楚哦。这条七股排水这条了，1400000，因为这条用地无问题。迄天伫现场问主嘛，讲这個用地无问题，阮会当随做，所以伊会随等同意书做好领走。对，所以你爱赶紧，唔茫阁有乌鸡那搞，哎、欸，真的，我知，足可怜的啊！这经济歹，啊，你其实无紧做，啊拖这个拖，你看咱水利局到底伫咱七股区也是做偌济啦，市长，所以你可以去问问看，卖讲今仔本社的大会讲。你就是普通时啊，我常咧讲，你大会常咧讲，咱七股沿海，包括将军、下加北门沿海所有的堤防，咱拢爱去巡视，唔是等代志发生了，才要来照旧，已经拢想慢啊，已经拢想慢啊啦，局长，真的要去关心，是，因为阮伫阮迄地区，趁食足艰苦的。渔民拢寄望讲，逐冬拢有好的收成，结果呢，今年拢穷了了。不管是渔民、农民，拢是无半项的收入。我一下感觉非常的痛心呐。所以呢，我伫遮今仔大会，我有呾寄望咱水利局有关单位，不管你是公务局、农业局、地震局，我们都要去做。有足济。咱的道路排水非常的拢足歹，局长，你这个要尽量快一点吼，你啊，请坐啦。下一张，这咱老厝大排啊，来下一张，下一张，来下一张。
咱环保局哈，李局长，议员哥，上次上会期我也讲了，市长应该市长嘛了解，是，从咱不管倒一区三十七区，还是几区，有所有的掩埋掉，我看是敢若阮西港这样上可怜。说了再说，说了再说，提议再提议，结果拢无什么进步。市长，你也早几啊当前已经拢有建议啊，讲要甲遮做绿美化，要来做一个槌球场，要来做一个休闲活动。结果甲进几年啊？市长，你也在市长你任内已经今年第六年啊，结果伊的成功率是安尼啦。是安尼啦，局长，你有去关心过吗？你有去看过吗？没有。你是做派一个技师，派一个有关单位去看一下，结果呢，拢无什么效果。你来看，咱在那边啊的唐土墙做一个栏杆，安尼俩，而且到顶管拢空噜噜。上次本县嘛建议讲，看当做一个遮阳棚，还是讲做一个啊来休闲会当避的，结果嘛拢无。你讲啊一个步道要起哩，要起哩的步道，你看嘛做甲哩哩落落。我伫遮建议，我今仔讲了，明仔载还是下晡，局长，拜托，拜托，你赶紧。看要安怎来处理，伫个今年还是明年，看当约看到伊个成果，会当来遐开幕，会当来遐运动，会当来予咱个市民有一个休闲的所在。大家嘛知影吼，咱西岗区非常小，十二里尔，结果伊是干那一个咱个中央公园，结果伊个设备嘛还阁无够，分析。今仔无时间人讲对阿去，重点，咱环保局，你会当对中央去讨钱啊？这是中央会当予咱的钱，咱爱去讨啊！你无讨，咱别管去啊，讨去啦！所以咱爱较骨力嘞，把钱退转来，把地方建设好。你做环保局长也是非常的辛苦啦，而且呢，我自家的负担，咱每一届。来考这个清洁队员，结果呢，阮有足侪同事，包括我本人，都唔知影咱这个清洁队员到底是拢派到，到底是拢派到。你甲看市长，一个七股区啦，二十三里，面积遐尼阔，同款遐队员，你敢知即届梅子？做甲大家遮清洁队员做甲要死，暝啊做，日啊做，阁有当时啊用叫去暝，有够无理的呢？有够无理的呢？局长，你要多关心你的部署。我伫遮会当甲你讲，我足关心咱基层所有的清洁队员，因逐工所做的是非常多的工课，而且尤其是若当着咱。风台天啦、啊，啊是一挂乌鸡狗啊，啊是讲周边道路伫三不管地带发草啊，嘛要叫咱清洁队去。迄农路的，我离咱住户边啊，嘛要叫咱清洁队去。你看，清洁队真的很辛苦，伊薪水也无领遐济啊，对不对？所以局长，这要多关心一下。啊，谢谢议员。啊，也要关心。我们所有地方，咱有关环保的，咱也爱特别去关心吼。一碗面好啊，九分钟我甲你足简单报告一下，好不好？这个八分垃圾掩埋场吼，我知影一碗足关心，所以咱伫1903年，咱就去争取到250万的富裕费用，啊，所以交予咱的请咱的区公所来发包，所以到即卖的边坡道路起哩，顶管阁有停车场，阁有迄、那个。迄、那个咱一个槌球场的功能啦，哈，啊，其实你我即几工有去用空拍图哈、
相片，其实伊个服务业精神，伫我个专业个角度来看是还不错啦。因为拄啊好拄着两个台风台吼，剩一寡掉还是无唔对吼，所以这部分我会来加强，无问题。另外就是讲，你希望顶管是毋是会当你？因为我会记得你前回其实讲种树啊啦吼，种树啊来遮阳棚，遮阳遮阳棚我是无听到啦，不要紧，我即马听到你讲遮阳棚，我才得倒来。你去你活动啊，你无遮阳棚要热死哦。因为你讲种树啊，因为咱伫 M I 电话顶管种树啊，要成功的比率无悬，不过我有耐来争取啦吼。所以你头拄啊讲的咧，即、這个部分我的。哇，你看这草啊，都发到遮水啊，看成功率无悬。无啦，树啊啦，树啊，我即马是讲树啊，嘿，遮阳棚，遮阳棚，我会过来评估看卖啊。另外头拄啊，议员有讲到清洁队迄个一寡做的迄个，我有真关心啦，吼。有呐，感谢咱。没有，局长，你爱看比例。好。你若讲地方很范围很大，你清洁工，你清洁队员要多几个啊？你袂使讲。迄、那个学区，即、這个区到遮，你著固定遮。人迄区遐大，嘛同款爱，甲走车几公里，你敢知影、我了解议员的意思啦。阮即马其实拢中央调度，真正有拄到风台这种，绝对毋是讲一区对负责一区。阮一定是应该是一个五六个区。有调资源，资源调配。对，因为咱的机具嘛，无一定讲分配较足佳文嘛，所以一定爱调度。这部分感谢议员，我会来转达阮清洁队的意见。局长，你请坐啦吼，尽量向中央争取一寡经费倒来做啦。下一个。我请这抖棒棒的来，搁下一张，搁下一张，要我看，恁看看，这是什么单位？这单位有足侪项的啊，迄落民政局嘛当做啦，公务局嘛当做啊，因为这就是咱行道，咱的庄内路，包括。咱南几线几线，有足济拢无做。有我前边有听到公务局长、苏局长咧讲，伊即摆阁欠人个大马家有差不多8万栋啊，8000几栋。所以我伫遮建议啊，市长，因为呢，咱一个城市，一个里人，一个区人。最重要是啥？是门面啦！即我第一届合并，我就建议过啊。咱第一个门面爱水爱好看，咱的市民骑车出来，第一点就是道路。你看咱的道路有够多，拢无做。咱每一冬哪咧变无神，今年嘛是咱新无神的时间啦，一届。咱一年800多亿，议会通通拢好过，唔过咱的市民会甲我问呢，议员，咱的道路拢遮歹，是当时较会当做到阮遮，我拢感觉怀疑，我嘛拢足歹势，唔知要哪应啦。每一次我若参加你座谈会，是讲里长汇报。我嘛对因做歹势。第一点，咱每一个区拢有开口企业几百万，我知影的，平均一区拢有900，大区也900，小区的唔知有较低无。所以我伫遮建议公务局，咱的开口企业，咱嘛爱看讲啥物区啊。你若像阮七股区面积遐大，共阮900万。是要做几地啊？是要做几地？不管你今仔局长，我伫遮建议，你就是爱思考一下，无就爱甲市长探讨一下。咱每一区的面积无同，每一区咱的需求嘛无同。里长上基层上了解，因大概哪里个？汇报，里长汇报，报告工作报告，咱的区长嘛足无奈的呢，因为咱是固定的啊，
一个开口企业是偌济钱个啊？你唔比咱县个台南市，佮即马嘛同款，有里长甲建议，是安咱台南市个里长，只要甲公务局讲，因就随来批，唔啊经过，唔免经过公诉。唔过阮迄边，好，再给一分钟。唔过，阮迄边就是拢无啊，拢爱经过公诉，爱经过程序。这件代志，我唔忙咱书记长你了解者。这是阮里长附带，讲因遐个里长，不管是安南区啊、东区、中西区啊，还是南区啊，人遐个里长只要甲公务局去讲者，人就随来批啊。唔免经过这一道程序，我伫遮甲咱所有有关单位，也是市长也好，我特别伫遮本色建议，不管倒一个里长，伊只要需求，咱就爱做。我绝对袂去甲伊抢功劳，讲一定爱本色，也是挂我的副本，拢唔免。我是要建议，让咱所有的乡亲大家知影，只要你有需求。只要你去甲公所讲，甲里长讲，拢。感谢咱的蔡议员、市长钟志顺，啊，咱上午的这个议程到这结束，非常感谢赖市长。带领着咱市府团队的这个绿色，也非常感谢辛苦媒体好朋友的采访。咱下午1:30继续进行连续审查，100零6年度地方总预算、开副书单位预算案。